然后呢？白雪公主确实是白雪公主最美。对了。这然后弟弟，你说，白雪公主到哪儿了？白雪公主到一个小木屋里。还七个小矮人回来了。对了，真好。皇后弟弟变成老巫婆。对了。老巫婆没牙了。对了，哎呦，没有牙齿了，是不是？有多多的牙齿。牙齿可白了。哎，注意着看。哎呀呵，真白，大孩子。然后老巫婆拿什么给白雪公主吃啊？这个骷髅苹果。拿着苹果给白雪公主吃。白雪公主吃的以后就死了。对了。美人鱼绕着娃子。美人鱼的老巫婆。老巫婆说，美人鱼想要一双小脚丫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那个老巫婆说，用你的声音来换你的小脚丫。用你的声音换你小脚丫。对，后来美人鱼同意了。后来美人鱼是不是换成那小脚丫了？然后呢，美人鱼干嘛去了？找王子去了，是不是？谁结婚了？跟娃子。对了，真棒，讲了五个故事，真好。咦，跟谁结婚呢？一个爸爸结婚。那妈妈怎么办呀？你跟妈妈结婚呢？你跟妈妈结不了婚。你跟爸爸结婚。你想跟爸爸结婚吗？你把前头那个故事再讲一遍，睡美人那个，好不好？睡美人。老巫婆要这个睡美人，她是生的时候被针给扎死的。对了。像小宝宝。这唱歌了。这唱歌的。对，这小仙女赐福给这个小宝宝，让她那个越来越漂亮，长命百岁，是不是？然后接着往下讲，后面这块。哎，对了。妈，这什么枪？这是剑。剑。对，这是宝剑，这是盾。这盾。盾牌，剑是扎。然后盾牌是挡住这个剑的，知道吧？要醒，讲醒德瑞了。睡多了。睡多了，要吃恰恰舞会，他的裙子破破的。对了。他的两个姐姐给绑项链织坏了。对了，真好讲的。是谁多了一双水晶鞋掉在皇宫里。那显得瑞娜后来去没去啊？她怎么就变出漂亮裙子去了？她明明也是
美女有事就是看书，有事，美女就是看书呢，会看见一个大大的小宝。对了。他的爸爸去，他的爸爸挂在笼子里了。然后呢？美女去救他爸爸去。对了。坏人要做沙发的野兽，对了。不管要野兽，野兽就很生气。野兽很生气哈。他们俩活了。也是这边吃的一级的娃子，他叫巴拉，打巴拉啊，真好！你讲的真棒。在小木一小木房子里，没人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白雪公主进没进小木房子呀？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老虎了，看到老虎没牙齿了，对了。我牙齿白啊。啊，真白，我因是。为刷牙齿，对，一每天早晚刷牙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把牙齿展示一下，让我们看看小白牙。啊，这样。啊，呵，真白。自己，然后自己变成老婆了，拿着豆皮果，看老婆没牙齿了。老巫婆为什么没牙齿呀？他的因为我，他因为玩具，他不刷牙洗脸。不刷牙洗脸就没牙齿啦。就像老虎一样。我就跟老虎打架，谁赢啦？你重新讲。行，好，真棒，你讲的真好，比妈妈讲的还好。这个老虎的，就说着，说，在小树林里，然后小树林里，就把礼物放着这个。妈妈给你说一下，你学一下，就是这什么呀？这个有一个国王和皇后生了一个小公主，小仙女赐福这个小公主，老巫婆没有受到邀请，老巫婆就诅咒小公主，是不是？这说多了，超地，擦地呢，是不是擦干地活呢？干活呢，吃多了想要裙子。对了，他小老鼠给漂亮的大朋友们吃。对了，
学多了就穿上漂亮的衣服，水晶鞋掉了，水晶鞋学多了就跑了，袜子还吃的没有水堆呢。吃多了穿上的水晶鞋，就跟袜子摔昏了。真好，讲的真棒。你喜欢跟王子结婚吗？不，我喜欢跟爸爸结婚。妈妈，我喜欢跟爸爸结婚。为什么喜欢跟爸爸结婚啊？喜欢跟爸爸跳蹦擦擦吗？喜欢吗？不喜欢。我妈妈的蹦擦擦，妈妈的蹦擦擦尾巴。依依，你为什么要跟爸爸结婚啊？可是我想爸爸了。你想爸爸了？你爱爸爸吗？爱。你有多爱爸爸呀？我结婚跟爸爸结婚。妈妈，继续讲，妈妈。继续讲，你讲真棒，比妈妈讲的好多了。是不是？阿拉丁学的美人鱼，对了，美丽人生，对了，还有这些，是美人，是美人，还有这些。还有这是白雪公主，对了，还有小堆了，对了，这么多小公主是不是？依你觉得哪个最漂亮？雪多了最漂亮。为什么呀？